好啊。美玲讲，进行去坐飞机啊，唔知你赶会赴？已经剩无几分钟，我看是袂赴啊啦。希望票会当较坚强的，顺利完成手术。其实，若是撇叫，进行若无在场，连我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。玉山，你是唔通让我烦恼袂了呢？手术时间到啊啦，入来。静贤，我不见。玉山，静贤，你终生来啊！没有人呢。票在隔壁病房啊，伊若看到你赶到位，一定会欢喜甲哭出来啦。安尼，紧坐我来。对我来。黄明志啊，啊人你换衫，你哪安尼就装起来啊？恁大家目睭闭较紧的，看什么人来啊？姐，姐，你快到啊！你到啊！我来啊，都被你顾小姐啊！不，我不相信，我伫咧笑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今日过得较寒。你要动手术啦，手袂用用拉扯。姐，好佳哉你赶到位啊！啊，若无我真啊无信心去动手术，我是足惊影响到医生甲护士的。即摆咧？即摆我真有信心，我嘛真有勇气，好在就毋免动手术，我还变得好啊。安尼就保持笑容。我给你保证，等你手术成功出来，你看到的是我的笑容。李小姐，我让你伫遮啊。琳达，手术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是无？是啊，请问周小姐、洪小姐，恁准备好了未？我拢准备好啊！千言万语，也是一句话。多谢，我就感谢你有我甲佩玉所做的一切。你若是阁讲任何一句客气的话，我就爬起来做我回去台湾啊。玉山，你阁有心情滚生笑，我就较放心啊。对啦，玉山，莫紧张，这就敢若考试同款，考煞就带我来佚佗。无说是弄着的，爱烦恼。佩玉，对即马开始，你啥物事拢莫想，心肝内只要有一个信念就好。
是求生的意志。我的信念就是要出来看到你的手。好心肝来支持我，绝对无问题。邱小姐，文小姐，还没离开哦。开刀还足久的，哪会当回去饭店吼，小休困一下啦。不要紧啊，阮伫遮等就好。对啦，不管人伫咧倒位，心嘛挂伫咧遮，不如留伫咧遮等就好啊。那安尼，我嘛卖回去好啊。多谢恁肯留落来陪我。台北那边情形安怎？即马敢袂当详细讲予阮听？已经有人正式起诉，列为被告。别烦恼啦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不像你简单让人判刑。方平若真是甲大成合作，那安尼，咱的对手唔着拢是一挂老奸的人。尤其是方平啊，你甲咱进门到三江的时阵，咱就领教过啊。假使讲即届，伊若真是我去大成那边，那安尼我看刷落来，台北这场伤势就真歹拍。要不文聪即马手头的依据出来滴个，身份甲司令巴蒂是一模一样，形象嘛无去破坏着，会当讲是咱进门的一支红牌。啊，若是伊那边。斯林巴蒂经过假药的代志以后，已经是名声无好的品牌啊。为这方面来看，对咱是较有利。而且文聪的头壳袂歹，我相信伊绝对有这个才调，甲本总裁请命才对。我即马上烦恼的是文聪，文聪为这个人啥物都唔惊，唯一的牵挂就是燕惠。这边强师用这么强的手段对付燕惠，燕惠受重伤，我是烦恼文聪无法度忍受这个打击。会阁行回头路，伊种偏激的个性会阁展出来，用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个歹人。若真是安尼，迄就是另外一个灭救的开始。代志若真是变作安尼，迄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运气好歹，人人拢有，也毋过一人一块命。拄到代志的时阵，无同款个性的人。就会选择无同款的处理方式，结果就是造成无同款的命运啊。文聪的个性较偏激，造成伊大好大歹，啊，伊过去做过遐尼侪歹代志，所以嘛真有可能造成伊将来的报应。恁讲的老先生，敢是这种人？这么好的人才，真无简单才会当行正道。若是继续聊落去，就真可惜。阿
阿飘甲玉山手术来遮尼久，这种的大手术，就算讲是做了七点钟，这嘛是正常的啊。咱爱吼，较耐心等待咧。因为，你好不？咱的小冲头好不？ 因为这段日子，我常常想起咱拄仔熟识的时阵，那迄个时阵，你袂晓西装打扮，你足爽的，也毋过你足古锥的，我若是想起你勤俭的模样，我会感觉足哀愁的。 假使当时我若是无追求你，你即阵犹原是庄家囡仔，无得甲你的生活会过得较幸福，即点你有想过无？但你即阵变家呢，是我甲你拖累着，因为你敢袂记得，咱拄仔熟识的时阵。 咱熟识无偌久，我就带你返去老家的别墅见我的爸母啊。咱交往一段时间了，咱两个人同甘日子，咱幸福快乐地过日子。因为我就怀念迄段日子，我就思念迄间别墅。 其实伫中央集团，伫宣布破产、伫咧拍卖的时阵，我已经甲老家的别墅买回来啊。但是从我重新装潢过，大部分都是拍算讲咱若结婚了，咱全家伙也搬倒来老家的别墅住。也毋过。 你讲讲话啊，英伟，英伟，你讲讲话啦，英伟，创啥？英伟，创啥啊？你是咧创啥货？你起痟了啦？爸，英伟姐啊，伊的手拄则伸出来，甲我递电话咧。英伟，伊的手出来，甲我手递咧，递100块好无？ 因为爸爸你的车，你的手甲我手提咧，100块，提一遍，提100块好无？长梅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我知影讲你真希望，因为赶紧好起来。 我心态嘛足着急的呢，但是你甲看卖啦，伊即嘛即个情形，着急哪有啥物路用啦？你千万着毋通因为着急过头，煞甲你来起痟啦你！爸，我无咧起痟啦，因为拄则真正真像咧甲我手提着的啊！痛的，莫激动啦，较冷静的，你慢慢仔讲互爸爸听。 我你讲看嘛，因为是伫什么情形下开始抓你的手，慢慢来讲啊，唔通激动哦，爸。
我拄则甲英惠咧讲话，啊，你也知影，我若甲英惠咧讲话，我拢会甲伊的手牵咧啊。我拄则甲英惠讲，阮拄仔熟识的时阵，阮熟识无偌久，我就带英惠转来楼下的别庄见爸爸，还佮妈妈。但佮英惠听了后，好像是足惊遐，然后伊的手会足粗大。 我手底呢，真实的，爸，真实的啦。敢会是因为对咱老家的别种印象啊，搁足深的？因为你甲爸爸讲看卖，拄只的情形，是毋是真正真实？总会讲安尼啊？ 去找医生啦，啊，甲伊参详，看有啥物其他的办法，互你赶紧进步较紧的，赶紧恢复起来。你即马先好好歇睏啊，莫想伤济哦。 安怎？林心歹烦恼了，手术就伫要完成啊，即马手术组小许困者，真紧就好啊。李奥，那恁手术顺利无？周小姐的手术比我估计搁较好，是我真得意的一个手术。啊，不过，那恁咱就当放心啊。美玲，请稍等下。李奥，你有要被讲啥事？彭小姐这边的手术出什么状况啊？ 什么状况？伊开刀了，止血的状况不是真理想的。哪会安尼？您莫烦恼了，这应该是无啥问题了。李勇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答应过我的代志哦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去克服这个问题。歹势。 大量血会，只要会止血掉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啊。美玲，啊，你又是答应李湘米啊？伊讲伊要叫我，我开出一个条件，假使讲刘三甲配合手术若是成功，我就答应伊的追求。 啊！你的命运，我要甲伊两个拍做伙啊！
谢啦。啊，恁咧开会是？有代志做你讲啊。是咧，我是要来找英雄的。丽华，找我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妈妈伊唔肯甲办金报出来，啊，我实在嘛无其他的办法啦。英雄，你是免甲我斗三工。丽华，你嘛较拜托的，既然找我甲你斗三工，我是要对生500万借你啦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是要借你去报迄个杨万金啦。万金伊真实是无辜的啦。其实做假药的代志，我差不多已经确定是阮妈妈，还佮有娘子用含迄个凶手来打伊母出来啦。只是讲，即摆袂找到证据。林丽华小姐，啊，你今仔来找英雄调钱，啊，全世界嘛知影讲伊掠袋仔掠包包，我实在足怀疑你来的真正的目的是啥货呢？我真实是来遮要借钱，甲万金报出去啦。只是英雄若无，啊，唔知影恁大个尚有，或者是讲，是毋是正文能先借我这笔钱？四个字啦 ，impossible 啦！哎呀，啊，万金是啥物人物咧？伊只不过是一个好歹的大料仔嘛，过来放杀阮漂桥个碰头底面傲查甫，我甲你讲啦。就算讲今仔日政府是我咧做主吼，我嘛无可能摕一千五你出来救伊啦。哥，啊你嘛替我讲两句啊好话，你着当作你救我，恁敢袂用哩？丽华，若爱我救你啊，哥哥绝对会想办法啦。也毋过为着救尤万金迄个为着前途放杀撇球的人，我嘛做袂到。英雄，丽华，歹势。我不能为你。好，你大哦，规矩叫我去死好啊！干子，安怎？连你嘛要讲话来糟蹋万金信？总的，我认为公司有立场，应该救万金的。副总的，你这个头脑思想不是拢甲人无同款的怪咖哦？你讲看卖你的意见啦。即马头家决定要继续经营晋文集团啦，咱应该尽量想办法，让晋文集团重新起起。咱会帮助贼头来假药的事件查个清楚，还晋文一个清白，安尼对咱的名声，还佫有将来实际利益，是毋是拢好？拄则林丽花小姐也有讲啦，伊知影凶手是谁，只是欠证据尔。好，即马要安怎让证据出现？只有林丽花小姐，伊有机会用个为伊妈妈的身边找到证据。我认为晋文集团应该爱帮助林丽花小姐，借伊500万去保养办金厝。只要伊肯配合咱的行动，替咱找证据。丽华，无咯，别意思咧。我妈妈，伊做出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原本就真庆幸啊啦，我愿意完全配合。替静文洗清冤枉。喂，那阿哥这款暂时无问题啦。但是我是一个代理的总经理，我得爱去找真正的总经理，甲伊参详研究一下，互伊做决定啦。副总的，麻烦你陪我去病院行一转。是，总的。阿哥啊，是毋是我应含恁同齐去找文聪？求之不得。副总的，多谢你。
好坐一下，莫惊来惊去啦。你安尼害大家拢真紧张呢。看来坐一条，手术时间拢要八点钟啊呢。静怡，安尼敢算正常啊？想较久啦。李哥，李哥，孩子，恁叫娘姐好无？周小姐即卖要送去家号病房。啊，你毋是讲手术真顺利，哪有需要送家号病房？你先莫去咯，手术是真顺利，无毋对，送家号病房只是一般的程序，你毋免烦恼。玉山呢？玉山毋是应该做位出来？阿丽哦，到底安怎？你唔着紧讲。冯小姐伫咧手术的过程中失血过多，即马还搁咧住下，还搁等一下。我已经止掉啊，是毋是咧住下尔？血止掉啊，都无问题，是毋是？孩子，冯小姐还搁咧内底，我入来看卖。我看你哦，既然安尼讲，药膳应该是无问题才对啦。啊无，恁先去看病药，我甲静怡在遮等就好。我们姐，我家都先麻烦你了。嗯。静怡，啊，你看药膳这情形，敢对啊？我看你哦的态度甲表情是怪怪的。讲玉山的有问题啊！邱先生建议袂歹，咱若是当掌握证据，把这做假药的人找出来，让伊去认罪，那咧方便就无多对建文提出要求赔偿了。这总比咱提500万甲万金交保出来，这有价值。爸。你有啥物看法无？既然你都同意了，我会照办啦。文聪，多谢你啦，我一定会遵守咱的约束。我会大义灭亲，绝对袂让恁大家失望的。秋生啊，我看哦，你陪丽华走一撮啦，去把迄个大料我报出来啦。是，总的。我即阵上解烦恼的是，这部剧咱到即阵才想到，这敢会想完啊？希望对方也袂警觉到啦。那安尼，咱还阁会。小姐，赶紧去办。是，当，请。票到即摆哪还袂清醒啊？静娴，莫着急啦。你有既然有把握，讲手术真成功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玉山的情形，看来真无乐观。我嘛较烦恼玉山，真正想袂到，本来大家烦恼碧玉，把心思放伫碧玉的身躯顶。结果屁股无问题，起码算变作玉山。啊，碧玲，你别胡编乱造，玉山没有代志。静娴，啊，无你先去手术房看麦，屁股我来搞妥。安尼嘛好啦，麻烦你啊。天公伯啊，你要创治人敢袂用的？你甲庇佑救回来就好啊，是安怎要让玉山出问题呢？静娴，庇佑情形安怎？是还袂清醒啊，啊，不过情形真稳定。
就算了，啊，医生刚跟我出来讲啥？拢无啊。李公伯，拜托，你一定要帮助就算。尤三医生，啊，尤三的情形到底安怎？伊的面色奈这么差？先送去家后病房。冯小姐因为这下过多，面色反白是正常的，不过即卖问题是，伊的昏迷指数降低。昏迷指数降低，什么意思？这昏迷指数是对人的目睭、脚手。啊，佮有讲话的功能所做的评分，活动力愈强，指数就会愈高。反倒转来讲，活动力愈低，指数嘛会愈低。这个分数上悬是15分，上低是3分。你哦，你莫佮阮上课啊啦！玉山即马实际上的情形是甚物啦？参像因为同款啊，伊的昏迷指数都真低。医生，那咧药膳的情形到底有偌严重？即马还阁无法度确定，需要阁观察一段时间，看伊的昏迷指数有继续降低无，才会当判断。那昏迷指数继续降低，会有啥物效果？若是降到8分以下，有50%的死亡。这下，咱先来交予病房再讲。万金来无对恁来，等下，你的烦恼一点仔都无唔对，咱还是万一卡无，阮到的时阵万金已经报出去啊。啥报出去？是阮妈妈啦，讲起来嘛奇怪，原本阮妈妈怕死嘛唔肯把万金报出来，啊是安怎，伊突然间会改变主意？上奇怪的是，伊事先哦连讲都无甲我讲一声。啊，这一定是方便踮伫边仔咧使弄。你嫌皮儿才临时改变主意，因为这阵万金对因来讲，还阁有利用价值的啦。当下讲的一点仔拢无唔对。什么利用价值啦？当因真咧叠什么如意算盘，我阁想无的。也毋过，这刷来咱提防因利用万金来对付咱。丽华，那这点就要麻烦你去问万金啊。我知要安怎做。丽白，万金啊，你回来啊，小。我拄啊好，我叫人去买哦，台北市上好食、上好闻的猪脚面线，要让你吃啦。就紧啦！你死的倒去啊啦！哎哎，来啊啦，来啊，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哎哎，万金啊，这猪脚面线拄啊烫好烧尔，老大阿食，莫去烫着哦。我袂食。嗯，啊是安怎啦？我哪会知影？恁是不是要把我毒死啊？嗯，啊你即摆是咧讲啥物笑话？好啦，你才歹要死哦，对不对啦？万金啊，我知影讲哦，你伫内面咧加困两工，实在是足委屈的啦。哎呀，不过我都无现金，通去补你出来，唔才拖到今仔日，歹势啦吼。哎，啊，不过我这钱哦，阁是去人借的呢，所以你得体谅我，莫阁我生气啊啦，吼。敢是安尼？嗯。恁大事唔是真好呀，哪有可能连500万的交保金嘛提袂出来，阁去人借？万金啊，这代志哦，唔是参像戆人想的遐尼简单啦、啊，但你甲想看卖。丽华交保金都要3000万呢，咱三个加加起来都要4500万呢。这个药啊事件，公司最近了袂少，有影无遐尼侪现金啦？万金，我有亲目看的啦。这两天啊，李总裁哦，四处去装钱，就是为了要甲你报出来。一直到今仔日啦，才甲一个大人物借到钱哦、喔。这个大人物虽然甲你无熟识，啊，不过伊听过真侪你的代志，对你真欣赏，所以啊，今仔三日就甲钱摕出来，
原来是安尼。哎呀，我差一撮袂记咧，迄大银幕，等下要看万金啦。万金啊，紧嘞，紧来甲这个大银幕细只多些嘞。来来来，行。要唔过，哎呀，猪脚面线，等下转来才阁食啦。行行行，唔是啦，我想要甲莲花敲一个电话，报平安。唔免啦，等我甲莲花讲过啊，伊知影你真平安啦。拄好，我暗时有代志要甲莲花讲啦。啊，不然即马吼，就先来去搞说多些，然后较暗的，咱再阁做伙来找莲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安尼咱紧来去，唔通我等伤久。行行行，行行。碧娇，你精神啊？碧娇，啊，你感觉安怎？玉山呢？碧娇，玉山在家啦。玉山哪还袂精神啊？伊比你吼较慢送出来啦。你是讲玉山比我较慢对手术房出来，是安怎？碧娇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因为手术房的门无够宽，所以袂当两顶眠床做伙扫出来，啊，当然嘛有先有后啊，这就好亲像咱出入电梯袂当客做伙意思同款啊。啊，恁大家讲对无啦？对啦，所以其实吼，你是甲玉山做伙出来啦。老实跟我讲，手术搞失败啊！屁娇，你讲这是什么话啊？手术若是无成功，你敢有法度跟阮讲话啊？你甲玉山是做同一个手术，当然嘛是同款成功啊。那安尼就好啦。啊，是安怎我已经清醒啊？啊，玉山还袂清醒呢。这真自然啦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，啊要退麻药，清醒的时间吼嘛小可无同款啦。是啦，碧娇，啊你家己嘛才拄精神尔，你放心，玉山哦一定真紧就精神啦。是啦，碧娇，啊你手术拄做了，你爱好好静养，卖加讲话，好好休困。志雄，我听讲你的酒量真好。无影啦，彭总裁，以后你若是有需要酒伴哦，请你随时打电话，我绝对哦奉陪到底啦。而且嘛，希望彭总裁以后会用多多甲我牵线。这杯哦，我先喝下。志雄，我看会出来，你的头脑真够变巧。等恁串供好势，甲李正贤甲刘文聪拍做是做假药的主谋，到时阵甲正文集团彻底抹倒，我的事业范围就会变搁较大，我会找一个上适合你的职位安排予你。多谢彭总裁，啊，用个替你接管正文，我当然嘛真欢喜，而且哦，我嘛希望能对彭总裁等于得搁发展啊，彭总裁。我再敬你一杯，来来。彭总裁，我来开头。彭总裁，万金来啊！万金啊，来，我甲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出钱甲你救出来的大文林，嘛是德国斯林巴林原厂的彭平彭总裁啦。彭总裁，你好。多谢，久仰久仰啊！较早我咧进门的时阵哦，都常常听人讲啦，伊讲李正贤伊若是有重大决策，拢会去请教你。
因为有你的指导，静文才能赚遐尼侪钱。万金，虽然大家拢叫我冷面总裁，也毋过我一日看到你，就感觉你真有缘。唔免客气，请坐。啊，阿囝，我搁传一块清气的杯啊，你等下再陪彭总裁喝饮两杯。唔免啦，你这么高的酒哦，我无啥通饮啦。但彭总裁一向拢会饮高粱的，就算我袂晓饮，嘛爱陪伊饮两杯才对啊。万金，你无需要勉强。即马咱每一个人拢是徛工平的，较自在。也毋过上重要一点，就是咱每一个人一定爱团结，知影无？是，彭总裁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，我定认真听，好好做，就参像，参像李正贤同款。嗯，真好。阁刷落来，彭律师会教大家安怎来串供，把这个局设个好。正文集团一拳拍落倒，予李正贤、刘文聪跳入来，就免想要阁跳出去。阿弟，你所有需要串供的人内面，你是上个关键的一个哦。大姐，哎呦，万金啊，你是阁安怎啊啦？歹势，我袂用甲恁串供。为什么？因为正文是我事业起步的所在，李正贤甲刘先生对我有恩情。尤其是刘先生，我绝对免对不起伊。你这么讲的刘先生，是刘天富啊，是刘文聪？是刘文聪啦。是，那不是因为刘先生，我早就回去大陆，给人踢笑。那不是伊，我嘛无可能去正文上班无外久，就先起来做总裁的机要秘书。那不是伊，我可能试用期也未满。就去用开除，那不是伊，我也无可能甲丽花做伙。所以刘先生对我的大恩大德。好，你莫阁讲落。彭总裁，卡出你保我出来，是要叫我甲恁合作对付郑文。那恁真歹势，你还是送我回去开手术，甲你迄500万摕转去好啊。